今次就係由書寫力量啦，同埋大學圖書館咧一齊合辦嘅一個藝文綜合嘅講座。咁今日咧，我哋就好榮幸啦，邀請到阿 Birdy 啦 ，Birdy 係書信啦嚇。咁咧就阿 Birdy 本身咧就係喺理工修讀設計嘅。咁啊，我睇翻你嗰個簡介，即係照讀翻嚟嚇。咁啊，即係跟住咧就愛上咗攝影啦。咁跟住咧就去咗加拿大咧，就進修一個製作。同埋咧呢個進階嘅攝影嘅，咁咧之後咧就都從事過一啲係攝影嘅記者啦、導演啦，甚至係一啲設計嘅講師嘅。咁啊 ，Birdy 咧亦都係亦都創作一啲短片嘅。咁咧曾經咧喺日本啦、澳洲啦、波蘭啦、荷蘭啦、香港啦同埋澳門等地咧，就係做一啲電影節裏邊咧係播放嘅。咁同埋喺2009年啦，同埋2012年嘅時候咧。亦都喺加拿大咧，係舉辦一個人嘅攝影展啊！咁喺2009年嘅時候咧，就成立咗一個 Art Casa 係影畫家啦。咁主要咧係致力咧係推動咧係攝影啦，同埋藝術嘅教育嘅。咁咧就而且咧亦都係同一啲錄像嘅藝術入選咗香港藝術嘅雙年獎啊！喺2013年啦，即係今年咧，亦都係入選咗亞洲嘅當代藝術獎嘅。咁啊，今晚咧就Birdy 咧就會為我哋分享一下咧，就係旅行示威當中嘅啲拍攝技巧啦，同埋咧就係講下啲技術攝影嘅意義咧，同埋有咩必要嘅。咁原來我都係聽阿 Birdy 講我先知啊，原來咧喺2012年咧，舊年啦，咁香港咧係有7500次咧遊行同埋集會，咁平均一日都有成20几次咁多。咁所以咧就而且我哋喺畫面咧，電視畫面好多時都睇到咧，就係而家啲遊行啦，好多時咧就係有好激烈啊！咁作為攝影師，點樣喺胡椒噴霧、水馬、人群同埋警察當中咧，係真實可以記錄到呢、這個現場嘅情況咧？咁樣咁咧，我今日咧就交俾阿 Birdy 咧同我哋講下。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我行我攝。香港遊行記錄的攝影日記，咁而家交俾阿 Birdy 啦。好，咁啊，多謝 Ivan 先啦。咁啊，其實好 free 啊 ，OK， 因為大家自己人係咪？咁啊，好多謝大家即係抽空嚟到呢度啊。咁就首先問大家有冇睇過呢個攝影展先？有冇人未睇噶？未睇可以還去睇下先嚇。可以，因為你聽到其實聽到我講嘢啊。咁咧就咁啊，首先即係不如講少少啦。咁我就幾中意呢個場地嘅，就因為場地咧，我入到嚟咧，第一印象就係、即係一個 perfect place for exhibition， 即係睇個 spacing 係咪？即係同埋嗰個 whiteboard 嗰個高度啦，係成個視覺空間啊！我哋講即係 visual， 即係一個即係好有點講咧，即係個學習嘅原地嘅感覺。咁就所以咧，就喺 once 我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即刻覺得，咦，不如可以做一個展覽。所以咧，呢個展覽咧就係咁樣嚟。And then 咧 ，at the same time， 呢本書咧，即係其實呢本係一本書嚟嘅。咁我本書咧就係呢一本。咁啊，大家即係首先 hard sell 下先啦，第一樣係嘛？咁呢本書咧就個名就係叫《我行我攝：香港遊行記錄》，就 same as 我呢個攝影展覽個名啦。OK， 咁呢本書咧就希望大家即係如果有興趣咧，即係都買翻本。點解咁緊要呢？就想講呢本係全香港第一本係講香港遊行記錄啊，全香港第一本。OK， 咁咧就當我。因為本身咧，我其實因為我會講少少 background 嘅，咁點解我會做呢本書呢？咁我發覺即係你頭先都講咗啦，2012年咧有7500几次遊行，咁即係每日平均每日都有21次。咁但係我發覺咧，以前香港裏面嘅書咧，即係大家可以睇下嚇。咁點解冇一本書係講呢樣嘢嘅咧 ？OK， 咁所以咧 ，that's why 我就。想出版呢本書，咁啊同 Kilby 合作咗，一傾咧大家 OK 咗。咁啊本身咧，進樂園咧，其實除咗我呢個展覽之外，其實希望咧
推介一啲相關嘅書籍俾大家嘅，因為其實係咪？即係我哋嚟到中文大學嚟，基本上係除咗希望有一個即係學習你本身嘅知識之外，其實係可以咧多元化學習啊嘛，係嘛？包括攝影啦，或者包括一啲社會嘅問題啦，咁我哋都希望盡量知道。OK，welcome，welcome。OK， 咁啊，係啦，咁。即係如果都係啦，如果你未睇過展覽，我見到啱有啲新嘅朋友加入啦，就歡迎，即係去睇下先。好啦，咁我翻返嚟現場講翻呢個攝影展同埋我本書係究竟來龍去脈咩咧？咁 OK，let's start。咁我少少 background 咧，我 background 其實係我本身讀 graphic design 平面設計 ，and then 我個其實呢個問題。即係嚟，我本身做好多嘢嘅，咁我搞 arts 啦、design 啦、animation 啦，大家知係咩係咪？動畫。咁我個 career 就 work as a photojournalist， 即係攝影記者。OK， 咁跟住咧就 immigrate 咗去加拿大，即係移民咗去加拿大，咁就 study。Advanced photography 同 film， 咁 that's why 咧，我就翻香港咧，喺1997年就做 documentary short film 嘅嘢。咁咧就係話 at 嗰個 moment 咧，我就開始關注我哋香港社會。本來我諗住做一年啫，但係香港嘅變化就太快太大，到到今日我仲喺度，我今朝仲去觀塘影一啲嘢。根本就係咧，即係香港個變化就太誇張啦，嚇！咁即係 after 我做呢個攝影記者之後咧，我就開始覺得教育係好緊要。咁因為其實我就即係我有好多經驗，譬如係關於社會經驗啦，即係或者嗰個新聞嘅經驗啦。咁我覺得做新聞咧差唔多。即係佢嗰個係一個 cycle 咁上下嘅嘢，即係一個即係差唔多嘅嘢。咁我就覺得做 lecturer 咧係緊要啲，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希望我經驗或者我所 experience 嘅嘢咧 share 俾大家。OK， 咁我個 main focus 就喺 photography 同埋 video 嘅。咁啊 ，so 呢、這個就差唔多係我 background。嗱，其中一幅咧，其實呢本書裏面嘅第一張相咧就係中大啊，所以咧好有緣嘅。咁啊，中大邀請我喺度，都係成為呢度嘅第一個展覽。咁我呢本書嘅第一幅相亦都係中大樹立民主禮神像。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其實我本身咧個 layout 咧，即係呢個 exhibition layout 嘅 the first photograph is 個民主禮神像。係啦 ，anyway， 咁咧就。咁嗰一刻其實我覺得好似64北京嗰陣時候咧，即係雖然北京嘅民主藝術係其實係北大藝術美術系嗰啲同學咧擺喺度 ，OK？ 咁啊，所以咧就好開心啦！呢幅相可以喺度展覽啊，係咪？好啦，嗱咁啦，即係我嘅 anyway OK 啊，咁我講少少我嘅好反講啊，咁啊，因為想即係呢啲係我都係我嘅。頭盤好啦，咁我嘅喜好係做啲咩咧 ？History、rock music、landscape、portrait 呢啲係通常我去拍攝嘅題目。咁其實呢兩張相咧，咁我想講少少啦。呢張相咧就入咗 National Geographic Photography Award 呢張相 ，OK？ 呢張相咧就我自己中意嘅，見到有啲 scaffolding 呢啲咁嘅竹棚嘅嘢咧。在30分鐘後，整個就變咗咁，冚曬。咁呢幅相其實係差唔多係最後一刻，即係 before 呢個咧被封，即係被蒙蔽啦，或者被咩嚇，即係封閉嘅一個感覺。咁我好中意兩張相啊，所以攞出嚟。咁我好中意咧係記錄低香港，除咗一啲我哋嘅 political 嘅 movement 之外咧，其實有一啲heritage 啊 history 嘅嘢咧，我又好覺得好 essential， 即係好重要嘅，要拍低佢。因為呢啲其實就是我哋香港歷史。我唔知道大家平時讀啲乜嘢嘅，其實呢度
可唔可以係咁呢啲講啊？我想大家互動少少得唔得？嚇、啊，可唔可以有個中文題？我知道，仲有有冇藝術題 ？History 有冇？咁係咩啊？中文係舉手得唔得 ？1, 2, 3, 4, 5, 6, 7啊，仲有冇其他嘅 subject？ Geography。Cool， 仲有冇其他？翻譯 ，translation， 仲有咩？有冇係 cultural management 啊 ？master 啊，學嗰啲啊？有嘅，新聞嚇。Advertising。Master。OK，thank you。有冇新聞系嘅 ？Journalism。好，有。Master 係咪阿 Clement 嘅？哦，浸大，浸會，我啱啱喺浸會過嚟嘅，係我之前喺浸會教過新聞啊，啊 ，anyway， 好講翻，咁啊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feedback for your feedback， and 好啦，咁咧呢啲就係其實有其他嘢，不過好快咁講，因為呢個主菜都係 anyway 都係其實呢啲，咁點解我要首先講下點解我會影啲咁社會性嘅嘢白？其實我之前咧，因為我讀 design， 我好中意 rock music。人哋咧，你睇下，其實呢個咧，亦都係我係全香港第一個做一個係搖滾樂迷嘅攝影展。咁咧就係喺歌德學院 Gerb Institute 啊。咁呢個咧，所以就係 Hong Kong's first gig food exhibition。咁呢個咧就咩？哦，呢個咩？唔使啦。OK， 即係咁你睇到啦，即係其實我係。好喜歡一些很刺激的東西的 Visual Excitement Exciting 那些 Visual Impact Movement 就是那我是很喜歡 Capture 那些東西 OK 那所以呢 That's why and, But 我在 Even 在國內有沒有人在國內來應該有那我在國內呢拍了一堆那些很棒的崔健啊其實如果崔健有一套 3D 電影等等有很多正的rock show 啦嚇，咁啊香港啦、Canada 同埋 China 都有嘅。咁我 capture 呢個就係做咗個 show。咁呢啲因為本身唔係主創，都唔會講咁耐。嚇，大家有興趣咧，其實一間可以有個 Facebook 嘅 contact 可以俾大家 at 我嘅嚇。OK， 咁咧另外咁啊講講，好似咧 sell 緊自己 anyway， 不過都係要嘅。好啦 ，video 方面咧就有兩個作品好重要嘅。第一個咧就係 King of Kowloon 九龍皇帝。咁呢條片咧就頭先講話入咗香港雙年展嘅，咁點解咁重要呢？其實呢個咧就係希望，即係都講少少啦，因為希望其實大家我哋呢度咧書寫力量嗰度就有一個 workshop 俾大家，其實就係學點樣去拍 video documentary video workshop， OK？ 點樣去記錄我哋嘅城市就係、是、through video to capture our city， OK？ 咁咧呢個咧其實就係我係唯一一個人去同阿九龍皇帝。面對面 face to face 去講究竟點解我要做一啲 street calligraphy 嘅嘢，即係街頭圖啊嗰啲咁嘅嘢。OK， 咁呢條片係好重要啊，即係對香港嚟講。另一個咧，大家都應該知道呢個邊個啦。咁咧就係1997年，我就啱啱移民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就拍嗰條片。嗰條片咧叫做《97吨的回憶》啊。咁條片就係贏咗一個 IFBA award 嘅。咁就後屘去咗荷蘭啊，成日其他波蘭啲過嘅。OK， 咁呢度講少少嘅啫。咁啊，有興趣可以再講。嗱，呢個就係我 contact。OK， 如果有興趣咧，可以 Birdie Chu Photography 啊，可以 like 我 page 或者 search Birdie Chu Chu 可以 at 我嘅。OK， 咁就得噶。咁大家呢啲 basic information、basic background 啊，包括咩 ？OK， 咁啊，大家 get 到啦。OK， 好，咁啊。Finally， 咁我哋get into 呢個正題啦，咁就係嗰本書啦。咁呢本書嘅封面咧，其實就係用一個 embossing 嘅 effect 就 emboss 咗呢啲 event， 即係所有一啲我其實呢本書咧，首先就係話我頭先講咗啦，那個 motivation 咧就係話之前係冇一個咁嘅書嘅出版，同埋喺香港裏邊。好啦，咁只係話咧，我哋分析咗，然後咧喺2011年咧，平均每日都有19次。但係頭先講2012年平均已經有21次，由6898去7500几。咁你見到個數字係上升緊嘅，即係話2013年佔中啊，或者成其他嘢咧，啊唔係2013年，14
嗰、那個數字咧應該會再更加上上升嘅。OK， 咁嗱，而家你睇翻嗰個成本書裏邊咧，嗰、那個 main point 就係、是、咧，我哋就係係咪講太快 ？OK， 咁啊就係記錄咗咧橫跨十年嘅嘢 ，from 2003係啦 ，2003 to 2012， 其實差唔多十年啦 ，anyway。咁嘅所有嘅 demonstrations 就係 record of Hong Kong demonstration， 所以咧呢一、這個即係呢本書嘅嗰個 motivation 就係咁。咁我想俾大家清楚先，首先咁呢個 exhibition 嗰個 concept 都係咁啦。但係其實首先咧，我第一個 exhibition 咧喺 Cubic 嗰度做嘅，大家知 Cubic 喺邊啊？知係咪？知唔知啊？油麻地百匯電影中心。咁嗰度咧就有冇人去睇過啊？上年七月有冇咁巧啊？有冇人睇過？冇，冇咧唔該你上我 Facebook 睇到嘅嚇。OK， 好啦，咁咧 OK， 嗱佢嗰度咧差唔多係冇一張相同我呢張相，我特登嘅嚇，冇氣場嚇，呢、啊、度全新嘅全部啲相，第一次展出啊。OK。咁呢度其實有幾幅咧反日嘅，咁咧就係中國嘅朋友，即係國內嘅朋友咧，就可能 understand 多啲。咁咧就係喺深圳裏面嘅，咁我都幾用啊，走上去就影反日。你知其實好多公安咧係，係一間講咧會講少少嚇。好。有冇人走過嚟睇下啲嘢㗎先？支持。啊，呢啲就係、是、其實佢哋好落足心機嘅，就好多謝呢度啲員工講真。係啊。整個 spacing 咧係由咁嗰度去到依度咧，到到中間咧，你哋其實係成個整體嚟 ，OK？ 到到今日咧，我覺得真係係啊，好開心其實。好啦，講完我嘅心情先，我講翻呢度嗱。其實個 main point 咧就係呢幾樣嘢嘅，俾大家清楚。十個重要抗爭事件，咁啊，由六四、七一、天星皇后。好啦，如果我想問大家有冇參加過啊？呢幾樣嗱，頭嗰兩樣應該大家都有參加係嘛？有冇人冇參加？七一有冇人冇去嘅？呢度我想問，除咗個我朋友啦，有冇人冇去？有乜舉手 ？OK， 冇去，冇去舉高啲，係啦。OK， 有冇係香港人㗎？你香港人？唔係我好有興趣嘅真係，唔係話乜嘢？你係香港人嚟嘅。我點解冇？我想問點解冇去啫？其實，因為七一已經有幾多年啦。我想問，七一幾多年啊？十一年啊？11年。幾多年啊？嗱，這個呢個咧答中啦。七一係1997年開始嘅，唔係2003年開始。2003年一個破紀錄，係 inspire 大家咧，每個七一要出嚟，就喺2003年。咁我啱啱會講。點解啊？翻返嚟你個嗰度啦。點解會係冇去參加嘅，同埋冇嘢？但係你會唔會好心痕或想出去咧？哦，阿媽唔去。咁你自己想？哦，你揾啲朋友扶住你啦。其實咧，好多坐輪椅嘅朋友咧都有出嚟嘅。啊，嗰啲咧差唔多係冇氣嘅，都係坐住輪椅行。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冇問題 ，OK， 係啦，有需要嘅我幫你手啊，你可以揾我嘅，咁係真係㗎，其實有興趣，如果將來有機會咧，你想睇我點樣記錄呢？其實我想一陣間咧，其實大介即有我預翻少時間啦，好唔好？帶大家咧行到嗰度，每一幅講少少得唔得？雖然有啲係喺個 PowerPoint 度，即係咁樣可能嚇、啊，可能會 fit 少少啦。咁嗰個時間唔會太耐嘅，放心、啊、好，得唔得？係啦，咁咧呢個 PowerPoint 已經講完啦。咁啊，我哋睇下大家睇下 video。咁呢本咧呢、這個就係、是、其實係印緊我本書嗰時個 production process 嘅啲情形嘅，好短嘅呢條片，好快睇完。
咁咧其實就係最簡單嘅，又係 demonstration 啦 ，demonstrate 咗呢本書係點樣 produce 出嚟啦。即係雖然嚇唔係好多，咁咧就你見到中間其實有一啲對色、對隱色嘅嘢嘅。咁咧就我跟咗成個禮拜嘅喺個 printer 嗰度嚇，咁咧對色對到嘔嘅基本上。咁啊不過咧就如果新聞系嘅同學就可能啱啲，因為somehow 咧去 publishing 嗰啲 techniques 啊 skills 咧，你基本上你自動都要學識噶，得唔得？好，咁啊喺咁我開始咧就講下第一幅，第一幅咧就呢個民主女神啦，係咪？咁啊，好似。咁啊，有冇人當日喺度啊？我想問，有冇？即係有冇人當日喺度啊？冇。哇！大家好靜喎，真係同學啊！即係呢啲，喂，你上課係咪咁噶？即係我上堂，我相信我都唔係講得悶啦，即係嚇，係嘛？即係我唔知道你上堂係點樣嘅嗰啲，即係老師會點樣？即係淨係講書啊，定係咩？我唔知啊。我上堂咧都同啲學生就好互動嘅啊。Anyway， 我想問問題係得。我想問下咧，即係你正話問邊個我嘅親人，即係你影咗十年啦，起碼到即係個社會運動，即係你有冇咩特別深嘅感受，或者你中意影嘅時候到你影到依家，你有冇即係個感覺有冇唔同咗啊？咁嘅其實咧，我都問過幾次嘅問題，總有人係冇去過，係總有人冇去過，咁唔係話等於一定要去。咁點解咧？咁點解我會覺得七一係香港人會出動出即七一等於咗遊行咧？六四等於燭光集咧？點解要等於？其實我以前喺回歸五週年咧，港台訪問嗰陣講過呢個問題，係啊。咁咧即係2002年啦，回歸五週年啊嘛。咁咧點解咧？其實就係話七一咧，當時都未有2003，啊唔係，係啦，都未到50萬人出嚟嗰陣時，咁啊未等於嘅，不過都接近等於嘅。咁點解呢？因為其實七一唔係淨係講民主嘢，係好得意嘅。你上街見到呢，我其實應該前年見到呢，有人反對二奶合法化或者成人之名，我見到啲咁嘅嘢，有人拯救一杯杯鱷魚，有人喺ask過呢個動物警察嘅，各樣聲音都有，唔係淨係真普選佔中，唔係嘅。七一係代表香港人嘅心聲，係啊，所以呢，香港人你有嘢你可以講出嚟。即係呢個就係香港人的一個自由的地方， otherwise 你七一都冇機會行出嚟，好像北京咁，你六四點行出嚟？即係咁。好啦，咁啊，頭先你第二答唔答到你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係嗰個有咩變化啊嘛？即係係嘛？嗰個心情係咪心情咁樣咧？其實啱啱2013年，即係今年嘅七一咧。比較單嘅，因為咧落雨、啊、因為其實咧我六四嘅今年應該有條片俾大家睇，六四嗰陣時候咧，我無機，大家知咩事啊？六四嗰晚係嘛？有冇去啊？應該有落啩，國內啲同學有冇？嗱、啊，唔好話我老土，嚟到香港，東南成喺呢啲，係啊，六四同七一。出嚟啦 ，OK，OK， 得唔得？明我，系咯，帶埋你朋友，帶埋你嘅國外朋友出去感受下，係啊，甚至其實我覺得咧，如果我係搞旅行團咧，我一定搞旅行團去睇啊！喂，大佬，你喺國內睇唔到嘅，你知唔知？好啦，唔講政治啊，你知唔知國內同胞嚟睇咩啊？睇風啊，國外冇乜颱風嚟㗎，喺沿岸嗰啲有，有啲好其他冇嘅。
啊，睇風啊。OK， 咁你即係其實係睇嘢啫嘛。咁你咪感受一下咯，唔係話乜嘢，我唔係話叫你乜嘢啊，咁咪出去睇下，我車做咩事咁多人嘅咁解，係嘛？做咩事啫？係咯，咁就係咯，做咩事咗咁多年啦，16年啦。OK， 好啦，咁啊，今年車咧就因為我部機就彎咗啦，咁啊，好似已經買了一部新機，係啊，咁啊，但係好心情好沉重，因為唔知係好攰啊，嚇。可能我啱啱講咗本書咧，講到傻啊！係啊，將即係好沉重啊！其實10年嘅嘢咧，我係要高呼咧。其實嗰本書去邊度啊？嗰本書咧係bilingual嘅啊。I'm talking about that book，OK？ 啊 ，bilingual 啊，咁咧要高呼咧10年裏邊嘅 historical 嘅所有關於我哋香港比較 iconic 嘅 demonstrations， 高呼一次，好攞命。所有的 background 去 research，OK，、okay? and then 咧就係話有個其實你如果睇咧每個 chapter 咧有一個 format， 個 format 就係咧有幾多人，邊個發起，由邊度行到邊度，警方嘅人數同埋大會公佈人數，呢一個係一個 style 嚟嘅 ，and then link up 10個 events 裏邊嘅，即係每一個 event 裏邊嘅攝影嘅即係嘅圖片啦嚇，就係咁樣拎成本書嘅，得唔得？咁所以咧，其實我做呢本書咧，就係喺6月1日應該正式出街。咁啊，將嗰陣時64，跟住又嗰陣時好鬼單嘅。咁啊，71嗰陣時已經好攰嘅。anyway， 即係講翻 recall 翻，其實係今次係比較71係比較沉重，但係同埋咧去到尾嗰陣時咧係佔中嘅。佔中即係，但係其實嗰陣時我已經攰到，我係流到好喉，所以咧佔中嗰邊發生咩我都冇乜。